Hello， 欢迎大家收看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e and Friends 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isa。 宛如画廊最新的展览石花弄草，由策展人陶文月老师邀请了七位当代艺术家来共襄盛举，作品的面向涵盖了平面与立体。我们透过每一位艺术家对于生态系的细致观察，他们以各自擅长的媒材与方法带来许多独特的作品。今天呢，接受我们访问的第一位艺术家，那时候我在看到他的作品时，脑中第一时间闪过的是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天空之城》。我们十分期待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究竟是如何以动力机械来模拟花草植物的姿态。让我们来欢迎艺术家陈宽瑞。Hello，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知道这次联展的主题是石花弄草。那我们想请来跟我们聊聊，那时候你接到这个展览的邀请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蛮惊喜、蛮意外的。对，就是毕竟在能够在画廊展出，是对艺术家算是一个蛮大的肯定，也算是我自己首次用艺术，然后走进商业画廊这样子。那时候是怎么样跟陶文月老师就是结识结缘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两个是完全不认识的，是因为陶老师去年有带他的学生们一起去中国进行一些艺术活动。对。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彭玉，然后彭他是一位表演者，他在陶老师跟玉琪以及其他艺术家讨论这档展览的时候，把我推荐给陶老师，然后陶老师在网络上看到我的作品，然后他就蛮喜欢的，对，然后就打电话邀请我跟大家一起参与这档展览，这样。哇哦，原来是还蛮奇妙的一种缘分耶。啊，对啊。对，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宽瑞，你那时候对于艺术创作这个对于这个产生兴趣的一个时间点，小时候就开始吗？国中、高中、大学？其实一直以来我都算是对艺术蛮有兴趣，小时候喜欢画课本，然后一直到课本上都会画些什么？我就会画一些，就是老师的容貌，或者是一些自己喜欢的动物，等等。有没有哪一堂课，就是哪一种类型的课是画最多的？有，我国小的国文老师被我画最多。为什么？不要，有的时候可能我比较皮，他就喜欢念我。OK，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在那个课本上面把画他画在上面，忤逆他，用这种方式啊，有一点对抗他，对 ，OK， 算是一种抵抗。了解。那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作品其实是以动力机械为你的表达方式嘛，对，那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当初会以这样子的形态，然后来当做你的创作的一个呈现方式？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就读美术系，然后美术系到后来我开始对车子还有动力产生兴趣，然后我就去车行当了一年的黑手，然后去当学徒这样子。好酷哦。对啊。那时候你家人是支持你的吗？他们不知道。哦，不知道。因为我大学就是住外面。哦，了解。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上课，然后一下课就会去车行报到。对。然后有的时候车行忙得比较晚，甚至会有的时候会忘记去上课，这个样子，有点本末倒置。是。对。但是后来在大四毕业展的时候，我是参与设计组。然后设计组他的创作模式就比较没有局限于绘画，然后我就与指导教授讨论，我想要以动力雕塑这个形式去来发展我的毕业制作作品。哦，所以是从大四才从平面转为就是立体这样子的一个。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时间还算是比较短。还在摸索阶段。但是因为对于就是这种机械啦，是本来就很有兴趣，对不对？哦，对对对。所以你的创作灵感就是还有你为了这次的展览，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做创作呢？从接到陶老师电话的那一天起，我就有在思考我有哪一些作品适合在这里展出。然后也从陶老师的意见中吸取了一些建议，然后发展出有两件
比较新的作品，然后来在这边展览。嗯，像是哪两篇？像是重生系列，还有蔷薇系列，嗯，都是为了这档展览，然后去塑造出来的。嗯，那可以跟我们来就是进一步的分享，哎，这两个的创作灵感来源是？嗯，蔷薇还有重生这两个系列，其实是我因为我喜欢爬山，我常常在爬山的时候观察到一些老旧的古宅，嗯，然后老旧的古宅上面通常会有一些就是风吹到上面的榕树，然后生根发芽，然后就这样慢慢的肆意生长在那个红砖墙上，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个画面其实很动人，就是我看到那种有冲突感的画面，我都会把它用手机记录下来。嗯，我回来就想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创作方式把它再现出来，这样。了解，是有一种觉得那个岁月时间就被定格在。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直反复的生长而降落，生长降落这样。嗯，这两个作品应该花了你不少的睡眠时间吧？哎，对对对，嗯，对，因为从设计开始。尤其是重生那个系列，它里面的马达是经由特殊设计的，嗯，就是通过齿轮的运转，然后还有马达带动，然后它会形成一个边伸缩边旋转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动力结构，嗯，所以它会造成上面枝条是随机的摆荡。哦，所以当初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应该花蛮多的时间，对不对？对对对，嗯，然后经过了蛮多次实验的，嗯，然后刚好我。对铁材的处理比较熟悉一点，嗯，然后我就前面的设计花了更多时间，然后后面制作的时间反而比较少。了解，就像我们桌上展示的这个树叶，它这个是怎么样去把它造成就是这种生锈的一个状态？哦，这个是黑铁片。哦，黑铁片。对，黑铁片它其实一般泡水，然后要生锈的话，大概要，嗯，1到2个月的时间左右。哇，这么久！但是我可以调一些酸性的试剂，嗯，然后淋在上面，然后让它有一些化学反应。嗯，然后我为了这些树叶，甚至有到就是阳明山的温泉去采一些硫磺水， okay，然后发现它的反应会加速吗？会加速，它的反应会变得更不一样，就是单纯加酸不会产生这种反应。OK， 所以温泉的那个硫磺的酸度是更活泼。欸，应该说我也不了解它里面是不是酸性，嗯，是它会让它的综合反应变得比较特别一点。哦，所以这就是有加硫磺的一个视觉效果吗？對對對，没错。哦，好酷哦。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系列叫做飞行日记，对不对？哎，对，这个背后的一个创作脉络和故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嗯，这个飞行日记它其实在处理我自己小时候对于飞行的幻想还有渴望。嗯，小时候在4岁的时候，我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在4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姐姐一起看有关于蜜蜂的电影。嗯，然后那个时候就突发奇想，哪一部电影你还记得吗？那个就忘记了。嗯，然后就突发奇想说，我好像可以飞，我可以跟蜜蜂一样。然后我就从沙发后面像这个地方，对，嗯，然后就直接跳下去，然后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防备，然后就造成我的右手粉碎性骨折。对，然后我就对这个事情记忆就一直都存在我的脑海里面这样子。然后后来有接触到宫崎骏的电影。然后觉得宫崎骏大师他里面的飞行器都很特别，看起来飞不起来的东西，但是他却可以飞，就跟你小时候会觉得自己飞得起来，但其实是飞不起来的。对，有那么一点相似。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连接性还蛮延续蛮久的，从你小时候延续到你现在在创作里面。对，然后那个时候有在画画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嗯，我后来接触到动力机械之后，发现动力机械其实能够给我的视觉感受是相较于绘画没办法给我的视觉感受。嗯，对，是因为在用动力机械可以模拟更多的一个姿态吗？你觉得？嗯，我其实比较喜欢在这个系列《飞行日记》这个系列，我是截取我想象中的姿态，嗯，某一个片段，然后把它来进行创作，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飞行，它是借由我从系列一到现在系列7，嗯，然后去把它构成一个好几种不同在我脑海中的不同的想象，这样。哦，所以其实融入了蛮多你自己的一个想象在这个里面。哎，对，了解。那像是这个
飞行的状态，那时候你是觉得，哎、欸，这个是一个飞机的状态，还是蜜蜂的状态，还是蝴蝶的状态吗？哦，就是都有哎、欸嗯，像是飞行日记，就是我有编号嘛、嗯，有一些是从飞机的引擎去发响。然后有一些是从，因为我住山区，对，晚上很多那个尾巴很长的鹅，然后我就会从那种鹅，然后去做发想、哦嗯，还有很多小时候幻想中的那种比较抽象的飞行模式，对，我就把它一个一个零件把它拼凑起来，让它尽量去完整我的想象。哦，好酷哦！看你的作品，它其实不是一个我们现实中可以看到的那种飞行状态，而是说你把你脑中的东西抽取出来，然后把它模拟到你的作品里面。哎、欸，对、嗯，所以有一些飞行其实它可能不能称作为大家所熟知的飞行，嗯、它其实是比较。稍微有一点抽象一点的，嗯，因为你的媒材是铁嘛，对不对？對，你刚说的铁，那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其实困难都可以，现在网络社会这么发达，困难都可以通过网络，然后去找寻一些解决的方式、嗯。但是操作过程中稍微会比一般的创作再更危险一点。危险，对器材方面的那个安全问题，嗯，对，有时候会喷铁屑，所以也那防护措施要做好，这样。了解，你有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受伤过吗？哦，有啊，我手上都是、啊嗯，就是这边，其实都是到处都是，就是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啊，或者是有一些在钻孔的过程中，那些很烫的铁屑可能会往脸上去喷溅，这样。嗯，但是你还是非常的执着的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媒材，对不对？是因为这份热爱吗？对，就是因为我喜欢用这种冰冷的东西，然后去创造一个有温度的作品。哦，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跟反差出来。对，但是我也还在努力当中。嗯，那未来在这个媒材上面还是会持续的使用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想法呢？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就是像异材质的结合啊，嗯，可能不单单只有用铁材，嗯，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可能，嗯、但是就是我就会慢慢进行摸索，这样。了解。那展览到目前为止，对于这档展览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啦，或是一些收获？首先就是谢谢当天开幕来的所有观众，还有老师们。就是很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啦，嗯，然后感想，我想说借由这个机会，我可以透过我的作品去与曾经的我对话，或曾经某一个时段时刻的我进行一个连结，然后我也希望在未来我可以利用我的作品去跟这个社会去做对话。那你觉得说有没有想对就是来看展览的人，看到你的作品的观众们，你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嗯，希望你们会喜欢。了解。那像家人这次也有来看展吗？有，开幕当天有来。对，爸爸有来。有。哼，爸爸的想法是什么？因为爸爸做金融产业的嘛。对对对。对不对？嗯。他起初对艺术是比较不了解，对，但是后来我越走越坚定、嗯，他也开始慢慢有在支持我，然后偶尔会问我是创作些什么东西啊。嗯、虽然有的时候跟他讲、嗯，他可能还是会听不懂，但是我有感受到爸爸妈妈其实，在现在我现在这个阶段是算蛮就是支持我的，嗯，对，就等于说他们其实也蛮努力在了解你的一些创作理念，对不对？对，了解。我们首先非常谢谢宽瑞的一个分享，那我从他的作品中深刻体会到，我们这个世代虽然方法不断在改变，但是目的却很少变化。无论未来艺术创作会以何种视觉性呈现在大家面前。艺术创作者借由作品来传递其背后的深层寓意，并不会因为趋势变化而有所递减。我们谢谢宽瑞替我们带来如此独特的视觉飨宴。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与第二位艺术家进行对话。
Hello， 欢迎回到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an Friends 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访问的第二位艺术家，他的作品里面有一种能够带入到电影《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的即视感。在艺术家所营造出的奇幻世界里，所有的花草植物都有一种朦胧的视觉效果，以及独特的姿态，还有艳丽的色调。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他隐匿于作品中的奇思异想吧。让我们欢迎艺术家朱君怡。Hello， 君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知道这次的联展的主题是拾花弄草，那想进一步请你跟我们分享，当时候你收到这个主题的一个展览的一个邀约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在研究所就读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是郭伯洲老师跟陶文月老师，是。然后口考完当天，除了郭老师就是对我的作品觉得还蛮不错的，那陶老师当下就跟我说，哎，他邀约我参加这个展览，然后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啊，怎么有这个机会啊，太开心了。对，而且其实他比口考高分这件事还值得，因为是对艺术家一种肯定嘛，对，就非常开心。了解。那我们知道你的作品媒材里面就是有使用到像色铅笔，然后也有亚克力，那在运用这两个媒材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创作的一个理念吗？因为我之前在以前在创作的时候，因为我是断断续续学画的，就不是科班生，然后我很熟悉的媒材其实是色铅笔。那一开始呢，我是用插画在创作，那我也用很多色铅笔在创作。对，那时候就读研究所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给自己一个突破的机会，那因为会害怕嘛，突破就是会害怕。对，所以我就是想说，哎，那我先用我熟悉的色铅笔来创作。对，那因为家里又刚好是开铁工厂，以前是传统产业，那现在收掉了，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契机之下，就刚好摸到那个砂纸，铁砂吗？我们家很多铁砂跟那种砂布，因为有很多铁器它就是要磨掉那些粗糙的部分，就会有那种纱布之类的。那我就想说，哎，把这两个东西来做一个结合试试看。色铅笔因为它其实是色粒粉末，对，所以它要覆盖在砂纸上，它的耗材率其实是蛮高的。所以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有蛮多人希望我用蜡笔转换不同的媒材。对，因为是不是？对，因为就是不好着色。可是因为色铅笔画上去的时候，它那个粉末会散开，然后就产生一种很模糊、很暧昧的那种粉雾感，我就超喜欢的。所以后来就变成你要想办法留住这样漂亮的画面。那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其实蛮多次都是画完，然后我一口气一吹，它就不见了的，因为没有办法完全的着盖在那个媒材上。就是对，有稍微就是在请教老师们，然后自己再去做研究，然后把这样漂亮的色彩留在我的纱布上。那后来呢，因为纱布它画的其实篇幅都很小，那陶老师就说你要不要画成大张的啊？那我就尝试挑战。对对对，可是我还是想要留住沙的质感。后来就想起爸爸工厂里面其实很多铁砂，但因为铁砂它其实在附着上不太容易附着上色，所以后来也是找了朋友，然后研究了可以用的砂子，然后来创作这样的媒材。但因为小时候就是常在铁工厂里面玩嘛，所以摸到那个砂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熟悉感。对，然后回到那种童年的感觉。那就是童年玩伴。对，所以后来就开始用砂跟亚克力来创作的时候，我反而觉得砂布跟色铅笔它有乐趣，但是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有趣。那创作的过程里面，这个媒材其实它也是因为我在那个媒材里面，它有混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其实亚克力着色也不太容易。所以通常都是我今天画完颜色以后，觉得哇，我画得好美哦，那颜色色调好漂亮。但隔天因为它颜色就吃掉，所以它又会黯然无色，就再重新点色。对，然后就是现在看到的每一幅作品，其实每一个色彩都要叠到五六十层。
哦，它才会呈现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嗯、对。那刚刚君毅有跟我们讲到，就是你其实不是科班出身的嘛，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点，就是让你走入这个艺术创作的一个领域？嗯，我觉得从小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画画。对。但因为在就学的阶段，就是妈妈会觉得读美术这一部分，因为我太执着了，因为我其实有短时间学过画、嗯、然后太执着，我妈妈觉得我会把身体弄坏、哦、所以妈妈就不太喜欢我念这个。嗯嗯嗯，对。但是因为长大以后还是觉得想要，所以就去念了研究所。 对，那在研究所，其实我也研究所就读的时间也蛮长的，嗯，就是一直不太愿意毕业这样子。不太愿意毕业。对，因为就是会很希望说自己可以完成到某一个自己觉得可以的阶段再毕业、嗯、那毕业展开完之后，陶老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赶快毕业啊？所以他一讲完之后，我就赶快，我觉得老师在提醒我要赶快往前走，不要停在原来的地方踏步、嗯、所以我就回去以后就赶快卯起劲来写论文这样子。嗯，理解。 对，像原色就是论文的一个你的一个主轴题材吗？对，因为我的论文主要是在叙说、嗯、在生态环境里面，其实很多动物受到我们人类的迫害。嗯，可能我们会有什么动物保护区啊这一类的说法、嗯、但其实对动物本身它其实都是迫害的。对，那时候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人类就是经济开发的过程里面，其实对另外的生命会是另外一种伤害。嗯，那后来决定做这个主题，除了认识了那一位生态老师以外，那我也觉得说艺术界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画面传达力量其实蛮大的，我也希望说可以借我的作品去提醒身边的人去注意到这一部分的议题、嗯、因为不管是我们人类还是动植物，其实我们都是整个生态系的其中一个组成一部分，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没错。对，那像我们也知道你这次的为了这次的展览作品，其实你有设定了一个叫花非花的系列、嗯、那可以来跟我们进一步的分享吗？花非花的系列呢、嗯、其实它是那个来自于我本来保护色的其中一个支脉就对了。嗯，那它是比较晚期发展出来的。那原本我的保护色系列，它其实我就是有一个动物原色的系列、嗯、那其实动物原色系列我大部分都是取动物它本来的样子、哦、那因为保护色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有尝试做这样的创作、嗯、那我就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脱离别人的轨道、嗯、然后自己有自己对动物的保护色、嗯、那就去思考这一部分。后来我觉得我采用的方式是我模糊掉动物它原本的形态、哦、我把它藏起来、嗯、那是不是也是一种保护作用？是、嗯、然后会有花非花的系列，这一系列的创作、嗯、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因为我们都一直生活在这大都市嘛，对，那我们生活都是非常繁忙的。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路过身边的野花野草，其实真的都不会去多看它一眼、嗯、包括旁边的植栽，就算花开得再漂亮，你其实也不会去看它一眼。然后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哎，那我就来把这些动物变成不起眼的花草。对，于是就创作了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其实、嗯、延续上一个系列的部分，是我就是把它动物的形态一样藏起来了，只是我让它幻化成花草的样子、嗯、呈现在大家面前。了解。那像我们这次在展览中，其实君毅也有就是好几幅是比较大篇幅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内容。这是展览的有一个是九连幅的作品。嗯，对，那九连幅的作品其实它本身它的样子是花朵、嗯、然后设计了缠绕很像绽放的颜色这样子，但是其实它本身就是海里的海阔鱼。哦，对，那海阔鱼的种类非常多，那我就是截取它的某一部分。那刚刚有跟 Lisa 聊到说、嗯欸、其实我很怕生态里面的一些虫类的东西。对，那也因为这一次要找这个主题，那我就接触了海阔鱼。其实海阔鱼有很多样子是虫的样子，那我就在
创作在找媒材的时候，还有主题的时候，接触了海阔鱼这样的生物，那突然觉得，这样子的，就是看起来像虫的海底生物，还蛮可爱的。后来我就截取它身体漂亮的地方，把它幻化成花朵。那你觉得它身体最漂亮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每一只不一样，每一只都不一样，因为它有好多种类哦。其实它的花纹都很漂亮。那它在海里面悠游或是卷曲的时候，都是它自己有自己的美感。那我觉得，因为会选海里的生物是，第一个是它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不常见，对。第二个是在水中的时候，那个海里生物因为光线的关系，它会显得有点隐晦，然后散发出那种朦胧，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粉雾感，对。了解。那像我们还有一面墙是四幅直立式的作品嘛？对，那个内容是花朵吗？对，那个内容其实也是想要呈现花的样子。那它的动物本身是海葵。哦，海葵。对，那四幅是为了这次展览在另外创作的。对，那跟之前的创作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因为之前啊，我都是就是很绽放的那种花朵，那这一次准备的作品除了那四幅直立的跟还有一条漂亮的鱼，对，那是金鱼吗？你好厉害。对、就是、但是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其实好像一件晚礼服哦。对，因为我的作品就是希望不要一下子让你认识他是谁、所以让我们观赏者可以有更多的联想角度去看，就是去模糊他的样子。对，那这次准备的这两个作品都是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用的色调就比较隐晦一点，比较低调一点。对，饱和度就比较降低的一个那个状态。对，那像我们这次展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些什么收获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很谢谢老师让我参加这个展览。那当然，这次展览里面的国志老师跟齐木老师都是就是我追踪很久的艺术家，所以可以亲眼看到，对，就是我亲眼看到，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对，所以亲眼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就是那种小粉丝的概念。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一次参加的很多艺术家，其实只有玉琪是。就是学弟我有遇过，剩下的艺术家都是在这里就是第一次认识的朋友，那大家也都聊得很愉快。对，那我觉得参加联展最有趣的是，就是你在参加展览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虽然都是同一个主题嘛，但是每个艺术家对于花跟草的解读就是不太一样的，还有表达的那个用的媒材还有呈现的手法都不一样。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就是很像尼采所说的，就是世界上真的没有真相，就是每个人视角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待的东西就是会不一样。对，然后背后想要传达的寓意也会有所的差别。对，所以其实身边的小花小草原来就是大家引申出来的哲理跟意义，也会对我们生活里面产生不同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一种力量。对，那我们非常谢谢君怡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6月30号前来到宛如画廊欣赏拾花弄草创作展，近距离欣赏新生代艺术家的创作，感受这里每一幅作品蕴含的丰沛能量，体验艺廊空间所带来的静谧氛围。 I love Ra，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拜。